就是跟别人要的枝条，这是春天去年秋天的时候要的枝条，然后要的一根长的枝条插了三颗，然后扦插了，到现在已经长了一年的时间了将近，然后现在开花了。这个是开花就像那个铃铛似的，这个叫做乳骨螺啊。当时扦插的时候不以为不能成活，没想到还成活了啊。正好呢长的枝条也非常长了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自己做的支架太难看，去买了一个支架，然后给它吊上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效果哈，然后大体说一下啊它的养护过程和注意事项。好了，已经弄完了啊，给吊起来了，整体的效果还不错。这个架子现在有点高，但是它的枝条长得非常的快。它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开完花以后，就从花下两片叶子上直接长出两个芽子来，然后直接往上生长，是不断的生长，不断的生长。这个架子到时候也许就不够用了，因为我当时扦插成活了以后两个月了，然后我直接就用大盆养的，那时候不敢浇水。到了今年的时候，春天以后直接搬到外边，放到外边风吹日晒雨淋的啊，但是见光只能见半天的光照啊，但是现在已经不断的出来花了，正好是它的花期。扦插成活了以后，我一直去用多元素的混合肥料，也就是复合肥，去给它浇灌，一次给它放上几粒，每次浇水的时候盆土彻底干了，浇水的时候浇放上一点，然后兑水化开浇上。因为这个盆土非常的多，我不敢去给它用多了，盆土里边彻底的浇透了，用的比例大了以后就容易把它的根给烧了。铁线莲的根系非常发达，但是烧根以后对它生长一点也没有好处啊。平常养护的时候尽可能给它建半天光照就行了，如果有的说给它建一天，一天我们浇水什么的跟不上，特别是光照太强的话就容易把它晒了。现在是秋季的话，可以给它建充足的光照，它现在这个季节温度合适了，光照合适了，会不断的生长，不断的开花，现在一直开花。等到开爆花的时候，我给大家做个小视频看一下啊。现在去给它用肥呢，我就是在盆土的表面一直撒着奥绿的 A2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磷钾元素为主的多元素混合肥，它这样每次浇水的时候渗透紧一点去，然后能够促进它一直开花，一直生长枝条啊，它的根系也能够更加的粗壮，到了明年的时候可以去单纯的去给它补充，也就是磷酸二氢钾，让它促进多开花。但是现在最好是含有其他元素是最好的啊。它的养护非常简单，就是长完枝条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把它的残花剪掉，剪掉以后从它的花下会长出就是两个叶片来，然后不断的生长。不剪残花，它的残梗在上边会直接结种子，结种子就需要消耗养分，所以说必须要剪掉它的种子。你不想播种的话直接剪掉就可以了，这样它能够不断的生长，不断的开花，出来新芽长到两节左右，三节左右，然后又直接出来花了，这样不断的开花是非常好的。它的养护也非常简单，定期的施肥，一个月给它用两次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太多啊。用两次肥料给它建充足的光照，我这个配土还是用我自己多肉的营养土加了一点河沙种的，也是非常简单的啊。今天大体就说这个意思了，后期到了冬季之前我再去给大家说一下应该怎么去养护，应该怎么去管理，以及怎么让它越冬啊。今天就说这些吧，如果您听明白了，麻烦您在下方给小齐点个关注，支持一下小齐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齐，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绣球花的修剪。这是我当时买的那几颗就是不同品种的绣球，然后已经开始生长了，而且缓苗成功了，所以说要来一次修剪。因为从现在到冬季冷的时候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两个多月的时间，这期间它是要生长的，它的枝条现在比较嫩，我去给它修剪一下，促进它老化，然后到了春季才能够开花。我教大家怎么修剪的方法啊。以这一颗为例子，它是当时扦插的时候从顶部长的芽，然后底部就是扦插了一节，当时成活了以后直接出来两个芽子，这两个芽子一直没有修剪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这是两个主干，它两个主干还比较嫩啊，没有老化，然后我们修剪就是把这两根主干给它保留着，然后从上部给它剪掉就行了。因为它还是会从顶部出来侧芽的，无论任何植物都是有顶芽优势的，直接剪掉。它俩的高度是一样的，要因为它出来侧芽都是从顶部出来，然后到时候再出来侧芽开花的时候，整个花剑非常的长，到时候不然就直接压倒了，不能保留太长了。现在还可以修剪，所以说必须要把它修剪掉啊，这样的状态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把底部的叶片修剪一下，保持一下通风，底部的叶片早晚会干掉，留着也没啥用，直接给它剪掉就行了。剪掉它的通风好，还不容易出现烂叶或者是浇水以后长时间不干的情况啊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状态。基本上修剪的方法就是保留一个主干，现在光把顶部修剪掉啊，
顶部多长都无所谓，直接保留你们想要的主干就可以了啊。无论是三个叉还是四个叉，都是这个修剪的方法。这样它逐渐的顶部的枝条老化，然后从上边去长来小芽，小芽长起来以后，然后到了春季的时候，它会从直接再从顶部开花啊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修剪的方法就这么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齐，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橡皮树吧。好多花友，就是我一直没有讲过这个，好多花友都说那个橡皮树啊养的不生长，叶片没有光泽，又是叶片下垂等的情况。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这些情况就是你的盆土不行。你看我这一棵，你看它的根系，这个当时是我剪的一个枝条，然后直接插到这种土里去。我当时用的地里的土就是原土，然后加了一半的煤渣去调配的，这样的土没有营养，但是现在长的状态非常的好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叶子啊，根系都长到外边了，并不是说啊你没有肥料土壤就长得不好，但是要定期的施肥。我每隔一个月到半个月的时间去给它用一次肥料，我也没用很好的肥料，直接用速效的，也就是复合肥，每次浇水的时候给它加上几粒，也没有比例，加上几粒兑到水桶里，然后浇水的时候便宜的花我都挨个去浇。它浇水，你可以浇肥的话，你可以去给它用多元素的混合肥料，也可以用速效的氮肥，只要它枝叶长得好就行了。最主要的一点，橡皮树怕暴晒啊，它喜欢光照，你可以给它建放到一侧，建早上的光照或者是下午的光照都是可以的，但是你把它放到太阳对冲度的地方去，它的叶片会容易晒伤，而且会下垂，因为它浇水就跟不上，它吸收水分的能力非常的强，浇水跟不上，它的叶片就蔫，一蔫光照再一强，它的叶片就打蔫了，打蔫了然后晒伤了，晒伤了没有光泽了，缺水次数多了它的光泽就没有了啊。再一个，定期，因为它的叶片能够附着灰尘，定期的去擦拭一下叶片就能够养得很好。它的养护就这么简单，定期的去给它施肥，浇水，盆土干了直接给它浇土啊。再一个，定期的去擦拭叶片，让它的叶片油亮啊，可以叶片喷水，但是一定要通风啊。我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视频还有一个后续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棵是我当时扦插的，春天扦插的，现在长得这么好了，本来应该去给它挪盆的，现在我不去给它挪盆的，后期我会教大家怎么挪盆。现在要做的就是，我刚买了两棵花叶的橡皮树，然后呢我想着把它切掉嫁接上，然后看看效果是不是能成活。因为网上没有嫁接成功的例子，也没有人去嫁接，我去试验一下成功不成功，到时候看结果啊。后续视频如果想持续看的话，可以关注小齐，觉得小齐说的还可以呢，给小齐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